让母子闲散，共奏出快乐交响，用笑声欣喜每一位。哇！睇下，菜好靓啊！系啊，好靓啊！种菜真系唔容易啊！Oh no！ 点解会咁样噶？睇下，睇嚟仲走得去边？好小的草蜢啫噃，介介真系啊！等我嚟帮你啦 ，Let's go！ 救命啊！根本冇用，只可以暂时赶走啲草蜢咋。站住，冇用。好痛啊！喂，小马，对唔住啊，壮壮，佢喺嗰度啊，都系将佢哋交俾我啦 ，my friends。咁做唔系几好噶，杀虫剂唔止对身体有害，而且仲会破坏泥土。咁而家点算啊？睇下，生物都有天敌，不如我哋揾下草蜢嘅天敌先啦。哇！小蛙将军，你都要加油啊！看来公鸡元帅赢了耶、喂，你们不吃得的是捉蟹虫啦看看他吃完菜苗了赶他走啦点算好呢姑姑喵，你知唔知点样捉害虫啊？你真系问啱人啦！等等等等，急速冷冻窗，咁就唔使再俾呢啲昆虫烦到，方便干净快速。用咗佢，啲菜咪会一齐冻死咯。唉，都系问下宝宝啦。自然之能，宝宝，宝宝，快啲帮我哋谂下办法啦！学校小菜园入面的菜就快被草蜢吃光了。除虫有很多方法的，不过既然在学校入面，建议用环保又自然的方法，一个水樽就可以搞定了。这么简单？首先在水樽的中间剪开它，然后倒些糖浆入水樽，再倒转个樽口插入去，用胶纸黏实。大部分害虫都很喜欢甜味。跟住呢？将佢摆喺菜园入面就得噶啦。佢好快就会跌落去噶啦。cool， 好神奇啊！哇，犀利！